他人，加上車上裝備，自己多錢。大家應該知道，而家先時間唔使俾我哋幫。各位，香港係唔容許有挟持警察嘅事件發生。令咗香港最後唔知有 one response。我要有三分之二嘅警力。吳成因為個仔，搞到成個 plan 錯曬。我係質疑你嘅能力。阿官覺得你應該交出你嘅草紙乜權力？呢班匪係針對我哋嘅通訊隊，做選擇。除咗我哋部門，冇人知警隊用緊咩頻道。投訴現任警務處管理副處長劉傑輝涉嫌收受利益，妨礙司法公正。我要攞呢個 advice， 一係就我害佢想升職。非常時期，用非常嘅方法，但我未輸曬。你嘅每一個決定，都會直接影響成個香港嘅安全。